大家好，我是 Bugis 中心中心长。大家从我的体型不难看出，我也是新加坡爱多美重量级的玫瑰大师郭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Bugis 中心。Bugis 中心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大家精心设计，仅仅60平米的地方却发挥出了200平米的作用，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进入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豪华柜台。我所谓的豪华，指的是我们柜台服务人员的阵容很豪华，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都是清一色的钻石大师。所以大家来中心咨询问题或者取货，他们都会非常专业而且热情地接待每一位顾客，把谦卑服务做到极致。同时，中心的货品很齐全，确保顾客尽快拿到需要的货品。对面是我们的茶水区，顾客们可以自助冲泡爱多美茶水、咖啡。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来一杯爱多美贵族阿拉比卡咖啡，品尝着香浓的味道，感受着爱多美人的热情，内心充满了幸福感。茶水区旁边是我们的顾客自助下单打印区，顾客可以自助在这里下单，然后去柜台取货，非常方便。这里是我们的产品体验区，柜台上的产品琳琅满目，非常齐全，伙伴们可以在这里体验产品，方便快捷。这里是我们的拍照区，每一位有梦想的爱多美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插上梦想的双翼，早日问鼎尊王宝塔。所以我们特别设置了有梦想天鹅的拍照区，供给晋级的领袖们以及会员们拍照留念。这一区呢，是我们的事业商谈区，教育中心作为会员和公司的桥梁，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向每一位会员详细的解释产品以及公司的最新资讯。所以当会员来到我们中心时，我们每一位执委和服务人员都会以原则中心为行动准则，非常耐心地为每一位会员答疑解惑。我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 Bugis 中心的神奇大讲台。 Bugis 中心成立5年多的时间，从这个讲台上走出了2位皇家领袖俱乐部成员以及几十位玫瑰大师。所以想要在爱多美成功，就要争取早日站上这个神奇的讲台，一定会让您梦想成真。在疫情期间，中心不能同时容纳很多会员的情况下， Bugis 中心为了创造良好、健康、轻松、愉快的分享环境，非常重视执委培训，这样能更好的一对一、一对二的服务来中心的所有会员。我们定期会对执委进行培训，从产品知识到奖金制度，再到团队建设、领导力等培训。Bugis 中心地处新加坡的心脏地段，交通非常便利，距离 Bugis 地铁站仅5分钟路程，距离 Rochor 地铁站仅2分钟路程，还有56、48、170等几十路公交车可以直达所处的大厦。欢迎您有事儿没事儿常来 Bugis 中心坐坐，这里是您最温暖的家。爱多美事业是一份越做越开心、越做越有意义的事业，所以我们每一位执委都会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态、大爱的付出，去服务每一位走进 Bugis 中心的爱多美人。我们会以实际行动为爱多美新加坡早日实现家家户户爱多美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Bugis 中心欢迎您，耶！